手腕，现在这集我们讲到手指，手指啊，在打球当中是真的是也是非常关键的。不会用手指打球，你吃球啊，还有你的那个灵活性啊，还有你的速度啊，都是要通过手指直接作用到球拍的上面去的。啊，这节我们着重的去讲这一点啊。